大概一个轮廓以后，你绿的或者什么颜色都可以。可用这个好，用这个好，用这个咖啡色好了啊。反正不要再去加了。应该有一点绿才好哦。那个绿色。哦，那这个是什么颜色 ？Kim， 你为什么不要学？哦、这个不是绿的吗？来学，他只要。